感觉非常好哦，那个沙滩区是不是？非常棒。好。啊，谢谢你，不要吃太厚，你只要三只吗？啊，那给我，谢谢你。注意你的好了吗？拿起，好的，等等，我要给你翅膀喽。不过呢，你擦身体，这个给你，每次给我。翅膀来喽，他说他要来找主人喽。可是翅膀要怎么放上去？翅膀说他要沾白胶，所以我们要用白胶点点点。会不会的？白胶呢？点在蜜蜂的后面，看小唐老师哦。点点点点点，点完之后，它就可以去找它的身体。老师加了一个白色的，点点点。还好它有一个。你想要给它旁边也可以，你想要给它另外一个也可以。你要先把翅膀点好，谁要翅膀？之前啊，你正好还要。好，那先给你。这里怎么办？这个是真的。再见。老师把你气死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同时很有时间在讲，我觉得真的是杨律师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先点他的翅膀？翅膀粘完，儿子也不错，你要四个好，我不要。翅膀，请不要，我要做别的，我要做。好，开始粘他的翅膀。你想要画彩虹吗？那你要不要先把蜜蜂做完，画彩虹、太阳公公哦。翅膀好了吗？对，很棒哦，翅膀粘在它旁边，躺粘在它旁边，自己转。宝宝不够，再摘一下。你要翅膀了吗？你翅膀完之后，你就可以给它太阳公公了。啊，你全部扒黑色就没有它。等你的身体好，你的身体好了再跟我说。可是它也要翅膀，再给你，没问题，再给你一个，我有听到。咻！再给你一个，等一下，宝宝真的没有把它涂好，再给你颜料。你的笔尖，对，晨晨很好哦，要点的。送你黑色，你把它涂好不急。它够大了，好，那你来点翅膀啦。这里我帮你好了，翅膀给你。你要一个还两个？你要一个还两个？两个。好，两个给你白胶。两个了，我这两个就给两个。哇，白胶好多，好给你。得要棉花棒哦。我好了。哇，很棒，哎，你也来了。好，稍微帮你转一下。我好了。翅膀，好，对，这个把它转过来。